王旗巨鷹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就係紅運派彩啊，勇冠群英就喺個外邊啊，咁啊內欄位置全程路通啦，出閘唔算好快嘅標誌多多咧就跟住個第四位啊，第五位外邊啊紅中烈馬啦，喺佢入邊咧仲有紅衫黃帽誠心所願啊，大約跟住個第七啦就係黑衫白袖嘅競進天下，後邊嘅馬啦有喜進風采啦、福音多多啦，中間夾住起步為家，再後啲嘅嗰四隻馬啦有極速之星、桃花多，尾二位置係陽光燦爛，包咗落尾嘅馬咧就贏科超影嚟噶。好啦，轉緊呢個香港體育院灣啊，放頭嘅馬就係嗰只紅運派彩啊，咁啊放咗出嚟之後就一尾足噶啦。第二位外邊啊勇冠群英啦，全程路通第三手錶多呢、這個咧咁啊標誌多多第四啊，第五位嘅馬埋邊咧咁啊仲有呢只誠心所願啊，等入邊喜進風采，中間六三紅帽紅中烈馬，出邊黑帽咧白鼻梁嗰只競進天下，再後多層嘅馬咧先有桃花多嗰啲馬。好啦，正正有直路啦，前面紅運派彩係搏走甩噶啦，響佢後邊啊全程路通打唔打到出嚟咧？外邊位置啊，一鼓作氣冚上嚟就係競進天下，出邊追仲有隻桃花多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咁啊見到呢只競進天下咧已經拋離後邊嘅對手個幾身米，咁啊越贏越遠添啊，先拔頭籌啊，第二名嘅馬咧相當接近啊，外邊桃花多一路壓住咗入邊嘅勇冠群英，至於第四名咧都要影喎，埋邊有紅運派彩力弱。十四號嘅全程路通又唔多，呢、這個時候大愛多七號嘅極速之星咧，一路撲上嚟啊！結果頭場賽事勁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就係嗰只超勁日子嚟噶。咁啊再見到外邊啦，天天致富啦、鑽石寶寶啦、埋邊灰馬黃龍帝國啦，中間威力飛彈幾馬都搶前啲啦。內欄出閘快，紫色眼罩跟到個大約六七位咧，就係醒目勇區嚟噶。再後邊粉紅眼罩內欄就魅力一丁啊，響外邊有投資有利啦。咁啊中間位置仲有隻電子精彩啊，後邊嘅馬可愛新星啦、電子達人就黃衫嗰匹啦，尾四嘅。尾三就街景臨門啊，紫色衫尾依日新月柱啊，暫時電流紅衫係世界騰王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天天致富就佔先一個身位入嚟嘅，鑽石寶寶咧就第二位啊，再後邊嘅第三啦，中間有呢只就威力飛彈啦，埋邊六三咁啊就係超勁日子啊，外邊衝㗎嘛，有紫色眼罩就醒目勇區，粉紅眼罩外邊仲有魅力一丁啊，外邊咧上咗少少嘅馬咧仲有投資有利㗎。好啦，最後二百零米啦，醒目勇區咧中間就追緊埋邊嗰只威力飛彈啊，後多層啊嘛，鑽石寶寶就唔多啦，中間街景臨門上緊嚟，再後邊嘅馬仲有日新月柱，接近終點九歲老馬一樣贏到，醒目勇區啊，跑第二名係威力飛彈啊，街景臨門就第三，第四名係日新月柱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匹九歲老馬醒目勇區上場泥地就有啲咧咁啊走勢啦，今場賽事翻嚟大熱係四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嗰只九五赤兔咧搶住出嚟，好快就快成過馬位啊！保羅成全都係第二啊，第三位嘅馬黃帽咧就係埋外邊嗰只啦，就巴閉哥啦，埋邊紅衫中華盛景啊，第五位自力更生啦，六三尾二位置係陸續無限啊，暫時墊後咧就係嗰只健康快區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千二米斷住啦，放咗出嚟嘅馬係嗰只九五赤兔啊，第二位就保羅成全啦，巴閉哥守住內欄第三啊，第四位就中華盛景啊紅衫嘅，第五位自力更生啊，暫時墊後一對尾二位置六三係陸續無限啊，粉紅衫包咗落尾嘅馬咧係健康快區嚟噶，開始轉呢個咧就係香港體育院灣啦，放頭嘅馬都仲係只九五赤兔嘅，響外邊啊保羅成全啦，大家位置變動上面都冇噶，內欄第三位仲有巴閉哥，第四位中華盛景，後邊三隻自力更生陸續無限包咗落尾嘅馬咧都仲係健康快區嚟噶，好啦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咯，前面咁啊仲係呢只九五赤兔咧就帶嚟一個新位入嚟嘅，第二位外邊啊保羅成全啦，巴閉哥第三位。紅衫第四位仲有中華盛景啊，咁啊見到陸續無限開始拱出去外邊噶啦，自力更生俾佢拱咗出去，入邊咧暫時包咗落尾，仲係健康快區啊！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九五赤兔放順咗，仲有個幾馬位嘅優勢，咁啊埋邊有巴閉哥，中間保羅成全，出邊紅衫中華盛景，最出追上嚟就陸續無限，最後五十米九五赤兔走唔走得甩咧？外邊追上嚟嘅中華盛景，最出咧就陸續無限，接近終點九五赤兔係呢一組賽事裏邊嘅頭馬。亦都今季咧，先至係打開勝利之門。第二名中華盛景，第三名陸續無限，第四名埋邊保羅盛全，追上嚟健康快區過唔過到佢咧？結果今場賽。
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前面快閘嘅馬咧，咁啊見到外欄位置領財咧，驍勇善戰啦，中間白衫一代宗師啊，黃帽綠衫嗰只咧，仲有勝萬金啊，再入隆冬全城走上去啦，咁啊跟住大約第五六位啦，仲有藍色頭罩嗰只咧，就係輝煌精英嚟噶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灰馬紅日射啦，靠近外欄咧，仲有精彩勇士入邊紅衫紅帽啊，萬事快啊，後啲嘅馬勝利之王外欄尾五紫色衫紫色眼罩嘅，響入邊啊自合拍啦，歡笑福星啦，尾依旋風飛揚包曬。落尾嘅馬咧就係嗰只江南勇士嚟噶，好啦，跑咗一個路程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馬咧就係中檔嘅勝萬金啊，咁啊見到入邊咧隆冬全城萬事快啦，中間有輝煌精英追啊，再喺外邊位置仲有紅日射啦，外欄勝利之王亦都展開衝刺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就係呢只勝萬金，外欄勝利之王上咗嚟，拍住紅日射一齊衝，接近終點，勝利之王沿住外欄一路衝上嚟，今次冇俾人阻啦，咁啊結果贏馬。第二名就紅日射，第三名咧有輝煌精英，同埋入邊萬事快需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勝利之王亦都保養得宜啦，過往有啲傷患都打開，勝利之暫時係三，忘記佢。好嚟一起步，中華叻叻慢咗喎，前面快噶嘛，你知我得啊，埋邊啊金匯星星啦，中間粉紅袖就美麗邂逅啊，內欄中一隻勇進當鋭啊，出邊五福星啊淺藍帽啦，紅帽綠衫嗰只咧就添喜雲嚟噶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大千眼界啦，咁啊再後邊啦，電換勇士啊，後邊嗰六匹馬金髮銀髮啦，勤德威力就黃衫啦，尾四內欄粉紅帽咧就試跑得啊，後邊三隻博愛先鋒長髮啊，暫時電流橙色眼罩出閘慢咗一隻就中華叻叻嚟噶，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方頭嘅馬原來係五福星啊，跟住響第二位係添喜雲嚟噶，咁第三位埋邊咧就美麗邂逅啦，第四位黃帽嗰只咧就你知我得啊，內欄第五勇進當鋭，出邊六三大千眼界，中間第七仲有金匯星星啊，出邊啦，咁啊粉紅眼罩第八位左右啦，仲有金髮銀髮啊，等入邊有試跑得，攞出去外邊有勤德威力啊，最外檔嗰只係博愛先鋒嚟噶，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五福星咧仲有優勢噶，咁啊見到呢個時候。你知我得就率先上嚟啦，外邊追嘅馬咧，仲有咧咁啊呢只就係金髮銀髮啦，中檔位置大千眼界啊，最出嗰邊咧仲有博愛先鋒同埋呢只咧就勤德威力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金髮銀髮就拋離後邊嘅對手個零身位，中間位置有博愛先鋒啊，入邊啊你知我得大外檔上嚟仲有勤德威力啊，接近終點金髮銀髮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二名就勤德威力，第三名博愛先鋒，咁啊第四名嘅馬咧臨尾有啲力弱喎，係嗰只你知我得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只金髮銀髮突然神勇，大馬外邊冚上嚟，而勤德威力咁啊唞過一輪出嚟跑都跑第二啊，波幾步啊？好，你一起步咧，風起雲湧就慢咗閘啊！前面花咁啊，遨遊冇事啊，外邊咧就係呢只無敵勇士都已經走上去啦。歲歲今朝第三，出邊手錶之星第四啊，內欄第五仲有盛世名區中檔第六星河小子啊，白衫啊，黃衫第七位中檔金進星啊，內欄咧仲有六支啊，出邊啦咁啊紅衫大約尾六到啦，就係烈火駿馬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又年年歡呼朗日雪峰啊，尾三內欄咧咁啊有呢只魅力一心啊，咁啊暫時殿後嗰兩匹馬係青春。力量同埋出閘慢咗，嗰只風起雲湧嚟噶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咗出嚟嘅馬咧，喺嗰只遨遊武士啊，無敵勇士就跟住個第二位啊，守住內欄第三，歲歲今朝啊，第四咧就手錶之星啦，內欄第五咧粉紅黑衫嗰只咧就盛世名區啊，中間星河小子，再後多浸啦，內欄紅衫就六支啊，進佔第七位，中檔第八位仲有黃衫啊金進星啦，攞出去外邊啊有烈火駿馬最出爆咧，咁啊仲有呢只年年歡呼噶，好啦，最後三。百零米啦，前面遨遊武士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！無敵勇士追緊佢啦，再見到後邊嘅馬有手錶之星上緊啦，元蘭追咧，咁啊仲見到馬匹有呢只魅力一心啊！出邊上緊嚟咧，咁啊仲見到盛世名區同埋烈火駿馬馬林中間係六支啊！最後一百米到啦，遨遊武士依然係佔先半個身位，無敵勇士追佢唔到啦。第三名嘅馬咧相當接近啊，有外邊盛世名區細只啲呀，咁啊埋邊嗰只咧就係六支啊，大隻啲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係擺咗喺前面走嘅嘛，著數喎，一隻就武士，一隻就勇士。結果呢只遨遊武士一放到底，無敵勇士跑第。
睇下邊只馬快集。好，你一開集嘅時候一定美麗搶住出嚟外邊嗰只啊，中間位置有東方飛影，咁啊特別美麗。內欄大浪淘田中間陽光寶貝六三白帽啊夾住咗嘅，仲有隻爆笑啊，最出嗰邊好好分都走埋上去啊。咁啊跟住內欄位置咯，粉紅面箍只紫色衫就巴閉仔，梗唔俾你買啦。後邊嗰四匹馬啦，咁啊分別有衝上雲霄、能文、能武啊。尾二位置咧就係嗰只良田福星啦，暫時墊後綠色好運嚟噶。轉香港體育學院玩啊，放咗出嚟嘅馬咧，外邊位置好好分走上去啊！內欄東方飛影啊，一定美麗就跟住個第三，內欄第四大浪淘田啊，外邊第五咧就係陽光寶貝啦，第六位爆笑啊，第七位特別美麗啊，再後邊嘅馬等入邊啦，咁啊粉紅面箍紫色衫咧就巴閉仔，外邊衝上雲霄啊，後邊三隻粉紅眼罩尾三就能文能武啊，咁啊揈出去外邊咧就良田福星啦，等入邊喎，包尾入直路就綠色好運嚟噶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。一定美麗走咗出嚟先啊！咁啊見到中間位置咧就大浪淘田追啊，響入邊偷位上有巴閉仔，外邊特別美麗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爆笑啊，出邊衝上嚟衝上雲霄啊！好啦，最後二百零米啦，外邊一定美麗佔先啊，巴閉仔幾個箭步已經上咗嚟啊，外邊位置仲有特別美麗，後多層咧仲有外邊嘅衝上雲霄啦，咁啊同埋綠色好運接近終點，巴閉仔輕鬆贏馬，特別美麗就跑第二，第三名咧就係嗰只一定美麗，第四名。似衝上雲霄機會高喎，結果今場賽事呢只巴閉仔攞位各樣嘢咧都跑得相當靚仔啊，咁啊結果就真係輕鬆贏馬，跑第二名外邊特別美麗，第三名咧咁啊臨尾有啲力弱啦，出咗頭先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有海南寶啊，埋邊安康萬里都快啊，中間大財非凡達，出邊位置仲有鑽石星空，最出就佳運發，呢幾隻馬比較快嘅。龍勝強將紫色衫，大約跟住個內欄第七嘅，咁啊外邊啦，咁啊有呢只咧就讓愛高飛啦，中間新強復形上咗去，內欄尾五到咧就勇霸龍啊，蹬咗一蹬尾四喎，淺藍衫啊新力好啦，內欄尾三勁好運勝多多係響尾二啊，暫時墊後馬匹咧係嗰只萬事靚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噶嘛，安康萬里埋邊啊，快過嗰只咧就海南寶啊，跟住個第三位係佳運發啊，內欄第四，咁啊仲有呢只鑽石星空啦，再見到攞出去外邊嘅馬有大財啦，中間等緊位咧仲有紅眼咗只非凡達啊，外邊追新強復形啊，入邊咧就龍勝強將啊上咗少少啫喎，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安康萬里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見到外邊大財咧就起勢咁上緊嚟啊，中間仲有佳運發啊，內欄鑽石星空又唔係好夠位喎。出面上嚟嘅馬仲有隻勇霸龍，入邊咧就龍城強將啊！最後一百米到，外邊大財追緊上嚟，入邊安康萬里兩個馬中間佳運發，出面勇霸龍過終點嘅時候啊，大財贏翻場啦！第二名咧，中間佳運發，出面好似他著嘅勇霸龍，內欄咧係安康萬里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？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中間係港林福將嚟嘅，響外邊有嘉應巨星搶啊，咁啊中檔位置首到再來咧，咁啊亦都走埋上去啦。埋欄第四位大數據啊，黃毛嗰匹啊，中間第五就銀騰，咁啊再見到第六位快路第六喎，第七內欄咧咁啊綠色衫橙帽浪漫風采啊，出邊超旺財啦，黑衫響個馬冧咧，咁啊夾住咗，仲有隻時時稱心啊，後邊五匹馬紫荊動力自己話事，阿福德寶就響尾三啊，尾二。灰馬係嗰隻精英雄心嚟㗎，咁啊暫時墊後其次鬥士啊，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，前面放頭嘅馬匹咧就係嗰隻首度再來啊，跟住第二位就嘉應巨星啊走咗上去啦，第三位內欄位置就係嗰隻大數據啊，再見到第四咧就港林福將，第五超旺財，不過一路俾人頂咗喺出邊啊，內欄仲有浪漫風采啊，中間咧大約跟住個第七位咧仲有銀騰啦，第八位黑衫外邊時時清心啊，馬冧中間紫色眼罩啦，咁啊～尾六到咧就快路嚟嘅，埋邊有阿福德寶，後邊四隻自己話事啊，尾三博入邊喎，其次鬥士啊，紫荊動力吞落去，掟出去大外檔灰埋精英雄心啊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前面首到再來佔先嘅大數據就開始追上嚟啦，再見到外邊超旺財喎，響超旺財外邊上咧，仲有一隻時時清心啊，馬林中間追，仲有一隻其次鬥士啊，最後二百米首到再來，仲有一個馬威優勢，大數據追佢唔到噶啦，睇下外邊嗰啲其次鬥士上緊嚟。中间位置仲有时时清心，手到再来，到唔到咧？外边追上嚟嘅奇次斗士，手到再来，到啦，跑第二名，奇次斗士啊，第三名嘅马时时清心，咁啊临尾有啲力弱，大数据跑翻个第四啊，结果今场赛事，咁呢只手到再来都系主动跑法就走啦先啦，奇次斗士又爆尾追上嚟咧，结果跑翻个第二啦。
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內蘭咪就係詹士德啊，響中檔走咗上去啊，就有紅利嚟噶。出邊落滿貫啦，第四位泰二揾內蘭，第五歡樂老窩，最出六三搶唔到啊，年年有型啊。馬林中間咧就狼線浩斯，紅三就華麗再勝啊。後邊嗰六匹馬啦，翩翩君子、紫荊歡呼響尾五啊，紫色三嗰只啊。後邊四隻都靈星球、非凡之星啊，再後邊一隊黑衫係威之星，橙衫響佢外邊係穿甲鷹嚟噶。好啦，轉緊彎中間嘅時候啦，落滿貫採取翻上次野馬嘅策略啊，就係放啊，有紅利外邊第二啊，詹士德霸到內欄第三喎，第四位中間灰馬泰二穩咧，入邊歡樂老窩，馬林中間狼線浩斯咧，華麗再勝就跟住灰馬嗰只咧就泰二穩嗰個位啊，外邊追有年年有型，出邊翩翩君子、非凡之星、大我當穿甲鷹，最後三百啦，詹士德咧就喺中間追緊入邊嗰只落滿貫啊，中間咧泰二穩都上跟嚟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狼線浩斯啦，出邊啊華麗再勝啊！最後100米到，詹士德響中檔就過咗嗰只咧，就落滿貫。後面有泰二穩接近終點，詹士德贏啊！跑第二名係落滿貫啊，第三名泰二穩，第四名係狼線浩斯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係主動型嘅馬咧，跑得好啲，一係就擺前，一係就貼欄啊！詹士德沿路跟住放頭嘅落滿貫嚟跑，終點前將落滿貫趕過。咁啊，泰二穩都係全程跟前，跑翻個第三，狼線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條片嘅內容嘅話咧，可以撳一撳 subscribe 呢粒掣，然之後可以開起埋隔離個小鈴鐺，咁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咁樣收到我哋嘅資訊啦。如果你有啲咩想同我哋交流嘅話，即管喺下邊留言，我哋見到就會即刻覆你噶啦。多謝大家。